厚脸皮，厚脸皮，不要抱怨，抱我。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嗨，谭谭啊，这个崔晨他能感受到莲子的气息，我觉着，咱们这一路不能没有崔晨。嗯，我觉得你说的对。哎，既然咱们已经有了莲子的消息了，那就不要再麻烦外人了，啊。好嘞。嗯，我去摘点野果子，我等会儿就回来啊。我陪你去吧。我自己去。哦。哎，邱公子，这里人烟稀少，以防万一，还是我陪你去吧。这一眼就能望到头，能有什么万一啊？我还要向你请教生意经呢。你非得现在请教吗？是啊。讨厌，讨厌，讨厌，讨厌。探探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去哪儿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只要厚脸皮哄他。探探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俩都挺过分的。你给我说清楚，怎么过分了？你过分美丽，我过分着迷。你脑子有病吧你？嘘，厚脸皮，厚脸皮，不要抱怨，抱我。抱你个大头鬼！探探，哎呀妈呀，老叔啊，这招儿不好使啊。我使一直管用，你说，真是难道崔川颜值不高？他颜值还不高啊！探探，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了，你想不想听啊？哎，探探，关于长乐镇的风土人情，我还知道一些的。要不我把它说完？要不等会儿再说？我想让耳朵休息休息。哎，探探，你看这个花多好看啊！你戴上一定很好看。别碰！这是血藤花，接触皮肤会产生剧毒的。我这不是还没接触呢吗？那万一接触了怎么办呀？我，啊，探探，探探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，探探。功亏一篑，功亏一篑。你还好意思说啊？你让我厚着脸皮哄探探，现在人家觉得我油腻，我尴尬死了。不是，小翠晨，前辈之前说的没有问题啊，但是你太过于坚持的时候，确实有些。油腻了！哎呀妈呀，老叔啊，你别整这些没有用的马后炮行吗？你赶紧教我实用的招啊！你别着急，你这样去办，女人她终究还是抵抗不了这个浪漫的惊喜，你还得给她准备，你俩一定能破镜重圆，相信我。